哇，林子超说他第九名文了。哎、欸，其实，其实子超哥是是这样子，子超哥吼，子超哥其实我第九名跟第十名好像。好像没差多少钱嘛，对不对？我是不知道，应该就差个，最多就差个两三千块之类的吧，还是差比较多。好了，连俊好笑，要挟我，那也那剧情，其实真是悬疑啊。其实北风圈的这个弘毅的牌都还蛮不错的，对，而且呢，对啊。进牌哦，都是蛮顺的哦。对，可是、就是、反而辛迪他就会比较慢一点，弱一点、哦。对，但是因为。没想到这个钱顺龙，到最后面还在晃，所以就一直唬别人的，一直唬别人的。但是顺龙哥应该一开始他也有讲，他就是顺推，该唬的就是唬。那是当然啊，打牌打到、這個、那我们坦白讲，因为刚好顺龙哥这个位置还有点真的蛮尴尬，因为在北位哦。对，北风位下不了庄，真的，但是他是胡牌，所以还不错。对，仁昌想要拼门清，因为。仁昌的三台才有足够，因为仁昌目前他的花是他没有花嘛，所以如果你碰牌的话是可能会没办法逆转。嗯，还是碰啊。那目前我们还是看得到弘毅这边还是一进厅哦。嗯，三六哦，哇，这个碰牌，碰牌让这个弘毅进牌，那会拼什么一四还是选一下？拼一四还是二五筒？一四筒二五筒？这个暂时还没得选择，因为只有三张牌的情况之下，我们讲难听一点，就是跳打波塞，我记得都还是用劲的灵感哦，灵感哪一支？没丢，没丢。而且他现在挑的呢？看不懂啊，看不懂。挑的顺龙哥都刚好有连带关系哦，会不会胡到顺龙哥的也很重要、哦？有可能会胡到顺龙哥的一对，哇，这个七筒砍张怎么打？对，那胡顺龙哥的话会逆转，会再逆转。好，那顺龙哥，我们刚刚讲过他的孤张一筒哦，但是他已经截到这二筒，但是有可能会主崩乌伯被动无啊。哦，我好紧张哦，这个打得太紧张刺激了。好，那辛迪这边呢还是一样，再进七条、哦，这个条子连续烫。哇塞呢，顺龙哥有在进牌吗？有啊，哦、持续紧张啊。顺龙哥还是旺啊，这是。是不要呢？顺龙哥，等一下打推打九万了、啊。好，仁昌哥听这个边张三万，但是边张三万，九万碰，只能听自摸、哦、打八万。好，顺，但是仁昌的自摸台数不够吧？哇，一筒，一筒来了，不够，不够是不是？对，因为只有一台。哇。哎、欸，他前面的花不够吗？不够，他前面花没台，他要四，他要三花。哎、欸，他三花有不是吗？啊，不是要四花还是三花？再过，台数不够，哇！台数不够吗？应该够哎。我也是这么觉得，他不是，因为他陈弘毅是三花，而且还有这个一千六而已啊，哦，一千六同灯同分啊，对，哦，好吧。那只能偏简顺龙这个三六万自摸逆转，边三万，哎呀，这啊怎么连续呀、啊？这个，哇，这个失血弘毅，三台就同灯同分啊，殊死战，哇，咒死战了啦，对，咒死赛三台，双一花白皮三台。